好久没有吃鸡爪拌面了，今天里面还有个大鹅蛋。哇，放的有点多。这个封面行吗？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食欲呀？我煮的是那个碱水面，不是普通的挂面，我煮的那个叫什么面呢？对，那个热干面的面条，我喜欢吃那个碱味的面条。我这是营养是不是很丰盛？一个鹅蛋。嗯，但从冰箱拿出来冰冰凉凉的鸡爪。这个面一定要过水的凉面拌鸡爪，热的不好吃啊。哎呀，鹅蛋黄超级大，超级噎人。